万把人不行，嗯，这不能碰。这个运量还不够是吧？是，慢的再移。
一个霓裳的旅游，全国各地。全国的旅游。走了。
都是那烧子的。人人都是那米饭，你看我老公。八点，这个是商场下班的员工，百货商店。现在是8点钟，如果不发生疫情的话，正常的下班，商场下班的时间是10点，那么这样的话就提前两个小时，商场就关门了。Thank you.